太正常，只是你不要这个影响别人，我觉得就 OK 啊。当然，这个很理性，很难。赢不影响，这看自己，开心就好。天君一席话，圣庭一席话。我操，上！开课了吗，劳伦？ 我操！艾克死妈了！不好说。开课了吗？马上。不好说。我操！有傻逼！他怎么这样玩？抱你下班也是突然。那赢了是觉得运气好，EL 输了觉得运气不好也是 EL， 没多大情绪波动，正常吗？也很正常。 你玩习惯了，为什么你们老要觉得正常或者不正常？我感觉都挺正常的。就你也不要说一定说非得正常或者不正常，就是你今天你觉得无所谓也好，但是你明天你突然变得哎容易破了，那也很正常，懂吗？就你今天就是容易破，你明天就是容易不破，很正常。这没有什么所谓的啊，你以前破防现在就不破，所以你成长不是这样，你只是每一天状态都不一样。 那个阀值啊，就是那个阀值，阀值不一样。阀值，这傻逼艾克在干嘛呀？我操，又死了。这些艾克冒号，我这把就让小明破防。那行，不知道这人想干嘛。不知道。前天的卡牌丢小了。他是脑子有问题吗？一进来就故意送的呗。他自己也去，就是蛮王不要先去找他，他就站着给人看。好厉害！我操，他开始直奔上路了。 前天的卡牌丢小龙，昨天的打野我的。小胖总 A 说，我碰到好多队友根本不讲理，跟个无赖一样，不管自己打的什么样都是队友的问题。那说明会忍的人多哎，就是因为会忍的多，忍多了，这种事得不到解决。 得不到解决，这种人就越来越多呗，是吧？哎呦我操！ 好恶心的，是有点恶心，说实话。还是满状态的吧。哦，帅！好啦！哎呦，可惜。啊，迅猛斩瞬发。哎，好快。 对这个 Q E 很难去内远，可惜了。以前经常玩上路，自从看了小明建模，上路就只会建模，被ban了就记着正常嘛，这不太正常。你也可以学小明狗狗。Q E 一杀，他一瞬发的，他有意。什么 Q E 一瞬发就杀，杀不死。赌错了，你没有吧？这东西就是瞬间的事。可惜。 就如果我 Q 2E，我E的一瞬间他E过来躲掉我，我照样死，你还是会说，哎，你原地放啊，对吧？这东西就是你开上帝视角，你觉得怎么样而已。状态太差了，血量扛不到他一个E，能扛一个E，刚才那波也打赢了，两个人装。主要还是带艾克来送两个头，我操，有点逆天。 不会是蛮王的老板局吧？还有小明的手和小明一样。帅。用户1993413说明，哥的头发迷倒很多女孩子啊。看头发是吧？那最开始他植发那段时间怎么说？迷倒很多男孩子。
超级短寸。你很反叛啊，流水流年似水。人家都在说帅不腻，对他说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有手就行的操作。那个 Q 2 E 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讲，你死了之后出来怎么样，就是你死了之后下一波怎么样，你只要死了下一波不影响，其实这个死就不太重要，它只是一个过程，而且也杀了 BOSS， 对对，这也是一种交换，就下一波你出来好好打就行，每一波你出来好好打就行。啥也别说了，我就喜欢光头时期的名塔塔路飞飞飞，直发没有人女孩子会爱你，不会啊，有好感干嘛，你看我这干嘛，杀你的游戏回看，差点走出去了，现在建模 W 拉回来全靠玄学。那、哦、没有，就是还是能拉回来的、嗯、前面那个还因为他 A 路我一下在走、嗯，光头拔智齿时期简直极品，很吸引男孩子的喜欢说，好夸张哦！用户一只究极铁憨憨说：“不许说明哥，我是明哥的狗。”这是有点逆天，厉害！弹幕有男同。让你砍死我了，我站着让你砍。哦，真帅！逆天，光头其实不丑。一个问号，缓缓的问号。我得把他松弛点。什么意思？站着让他砍你。我夸你的发型，你就松弛起来了。夸你的颜值，我就会松松又迟迟，炮车都补到了。走了。嘴角洋溢的笑容。这个不灭带剑气真的太痛了，最差情况是我 A 那一下他刚好回个血，他怎么想要带强攻，我操，他没把我当人，强攻打我没什么用，我感觉蛮王还是不灭厉害，我操，不灭蛮王几乎那个换血太猛了，啥波比哎，灯笼啊，用户199341313说好想亲一下明哥，你们很奇怪，不对劲起来。钱建议说想品尝一下明哥的小组，不行。打蛮王带疾跑传送是不是比闪现更稳一点？也可以，看他符文嘛。闪现疾跑都行。他之前好像相位的时候在。兄弟你好香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的 QE 三反了一点，嗯，失误。我应该是 QE 在闪，我是 Q 闪 E， 我慢了零点几秒，好像没打到他。我这东西输出是真夸张，还有工作才能看一下。可惜，今天弹幕好奇，还行，每天都这样，每天都这样。没有，我说每天都有不同的弹幕。哦，吓我一跳。那是真芒果，他玩不了。怎么天天喜欢说公道话？我说句公道话。抖音秋日剑姬，不会是主播？打塔姆带什么符文啊？说实话，这人有点把我当傻逼打。打塔姆带什么？带不灭，带起风都行。我建议带起风，因为不灭他只能叠生那个生命值，但是你带起风的话，他那个神奇鞋可以帮你省钱。嗯。雨夜带刀不带伞，说打蛮王第一件，如果压力大可以手铠，手铠子，守望者铠甲。会出那个吗？我感觉主播从来没有出过，他压力大也不出那个。
一般很少抽。对，很少抽，不会考虑做肉，就算是毛利蛋。我买破败。哦，帅！哼，我打路飞飞说明哥，你看他，看他，看吧。看了也没用，闭嘴！我干！逆天了你！你干嘛？要上天啊？你趴着这样子啊？啊！不要逆天！仰逆天！趴在顶上啊！给我！啊打蛮王，你直接不假鞋就行了，然后你就带一个不灭，不灭他跟你对砍，他是绝对换不过你血，你那个不灭是可以回血，而且还可以打他额外伤害，你们别小看那一点点，真的会加很多。妈的，你这不兄弟抱一下，兄弟抱一下呀，跟他说说心里话呀，这大叔不兄弟抱一下，哎呀，你抱一下跟锤石说说心里话不行。兄弟抱不了一个。哎，烦！这蛮狗什么？我打不动他。嗯，还行吧，这个出来就行，可以。让我艾克先刷一下护甲鞋，买涨价之前，涨价之后对位马王劣势容易出格。那你就先鞋子不讲，一点点出。反甲800块基本就能出对线毛王不血，对，但是不甲鞋好，因为它有移速，还有一个减平 A 的东西。那个反甲其实不甲鞋它那个移速，它一方面可以帮你追人，一方面又可以帮你拉扯，就是你不是很怕它，就是你出了那个东西不是很害怕的。一个问号，哎呦，这冰女，冰女大姐姐，好爽啊！这是，鬼鬼，我跟冰女的配合。这毛毛他这样带他没伤害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带着强攻 没什么伤害的，没不灭猛，不灭拆塔快，而且可以叠生命值。你再带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带复苏也好，带过度生长也好，都比这个猛，带这个没什么用。我再问号一次，毛王问号，但是没事，很正常。
好疼啊，哎，又是 double 你把我弄死，坏，这么针对吗？哎呦，我要换水银鞋，他的恐惧有点重。哎呦，哎呦，踩夹子，哎呦，太糟糕了，芒狗。哎呦，我操，吃的饱饱的。我操，兄弟抱一下，坏了，出问题了。这兄弟抱一下没了呀，这兄弟抱一下怎么出问题了？这都行吗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他的恐惧是真的久，我操！这恐惧感觉都控了我他妈一个世纪，动都动不了，硬控五秒是。又是暴女的，他吃了我人嘛三四个头。一个飙又飙过来，恐惧。换鞋子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一分钟大了，我 TP 还有两分多，这大树跟控制都不积极，也不是的，他可能觉得不上，上不了，上不了没办法。需要换鞋子穿。妈的，鞋卖的是真不值钱。这把是十五把，你不会数上面这个已经打了多少把了吗？已经封顶了呀，上面这个都已经封顶了。是的，已经封顶了，十五把打完就已经完了。然后他们说：“这么多个高可差，我怎么数得过来呀？”不会留在下边。上面的统计确实少一把，这是第十六把吧？现在是不挂机，你互相解答一下。队友呢？其实你直接爆他就可以。他是不是没有 W？卡面来打说，我感觉是大叔跟你的时候有点怂，跟其他队友勇敢的很。他不用跟着我，其实。大叔冒号，刚才我不在，你就死了。
哎呦，差一点点就被炸一下炸死了。下一件我想要出什么？我直接出个影魔刀就无敌了。但是肯定要看爽，就出粉剑。妈的狗！你下来干嘛？打你的龙啊！哎呦，我真是服了。好久没玩，现在不能出穿甲，不是能不能，你想出就出，游戏道具就是给你买的，他不能出，除非是设计师把这个装备给删了，你不能出，就像你不能再玩老剑魔是一样，他只要能出就是可以啊。当然你出这装备，你只需要考虑风险就好了，比如说你出的装备会不会导致你对吧，你游戏输游戏的问题啊，多去玩多总结，你就有经验。被扫的学姐。哼，剑魔穿甲公式三件套已经 OP GG 登场率第一了。我的公式吗？就是星虫、亵渎加冰刀是吧？哎，创造力真的是沉淀。逆天大输出狂徒触发不了。啊？他血量不够吗？不知道。可以还有三枪。好吧，够不够？去死吧！啊！黑刀一千，喜欢我的暴风。哼，我永久脑损伤。操！根本真永久脑损伤。可惜，对面这把游戏主要任务转为围剿剑魔，现在好像要1200的额外生命值才能触发。我每个说现在1500，黄图得再额外补两红水晶，不然就12级多吧。可以打了，吓我一跳。对这熬夜波比多少有点仇恨。算了，反应不到了。焚天第几件出？焚天只是个，就是你怎么讲？主播理解的焚天是你基础数值够了，你再补个焚天就可以。现在就这样。感谢小星星的392个钻石荧光棒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一直都不认为剑魔是个很适合一件两件就出焚天的英雄。他就算从 S14开赛以来。就哪怕到我现在出焚天，可能有些人以前会说我以前不怎么出焚天，但是因为以前确实伤害够，那现在不行。哎呀，感谢小星星的飞机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不是新小，这不能叫你小星星的，今天要喊你新种。感谢新种的飞机呀、啊！哎呦，感谢，真是给我明帝面子啊！感谢小星星的飞机啊！感谢小星星的飞机。女警开始开点，女警这个输出太客气了。哎，你们这闪现都是不要钱的，我操！用完了还有的，还是你们充了会员？
老丁。喜欢。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对吧，我妹叠了34层。